妈，你这孩子下雨上别人家借伞呢？你家没伞呢？俺家伞是新的。你真是你爷孙子，这辈子净可别人家霍霍。你家有雨衣没？雨衣你大姑父上班穿走了。有塑料布没？那么那天你爷领个弄破烂的，划拉划拉都卖了，说没用。塑料布卖的干啥呀？啊？你们家留下的这些东西啊，没有一样是有用的。小米粒这点正好往回来，外边雨下那么大，门口桥洞了底下那水得老深了啊！他还不会游泳，呛着咋整？哎呦，哎呦这冷东西就这有用？哎，那加锅干啥呀？你这孩子不能挡雨吗？说挡雨挡雨嘛，下点雹子震死你。为了爱情，震死拉倒，再见，不用送了。今天你说这小子是不是有点二？你才二呢，外边下那大雨你不知道啊？哎呀，啊，孩子们出点啥事你不心疼啊？赶上不是你生的了。对，咱家这仨孩子跟我任何关系都没有，生这么老些全可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。你还跟我俩贫，我告诉你出点啥事我跟你没完，老东西。哎呀哎呀，哎呀，天呢？人大下雨天呢，没事闲着在家打孩子。你俩干啥呀？没事打我老爸妈，你是不是猴闲猴闲的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这小子！二米粒啊，啊，你可回来了！哎呀妈，你看你着急着的，我没事儿，不用担心我。我不是担心你，我惦记小米粒儿，怕他出点啥事儿。看着那小妹儿没呀？没看着。他能出啥事儿啊？你咋不担心担心我呢？你多大了？你都成家了，你小妹儿还单身呢。你说你这当姐姐的，你咋就不知道惦记惦记你小妹儿呢？啊，妈，要我说你就是偏心眼子，整天小米粒你老姑娘的，你看你二姑娘教的，不是吧？你这么说话，你觉得没良心不？啊，我咋偏心眼子了？缺你吃还缺你喝了？那刚才那王小倩来说，外边那雨下的哗哗的，桥洞底下那水老深了。你说我那老姑娘要让水泡了，可咋整啊？咋整啊？妈，就有两种整法，一种呢是整成泡芙，第二种呢就是整成小米粥。你看你得意哪款？我说你还跟妈贫呐？啊？哎，你说那水那么深，哎呦我的妈呀！那要掉下水道里冲走了可咋整啊？那可就完了啊！现在那下水道修的那老远了。嗯，有多远呢？怎么跟你形容呢？如果从咱家门口这下水道下去啊，估计出来就是鲅鱼圈了啊。那沿海城市，阳光沙滩还有海鲜呢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哎，老头子，你别说，嗯，要真冲那边是没啥危险，吃顿海鲜也行哈。不是你到咱这是咱的地盘，是咱们吃海鲜啊，那地方是海鲜的地盘，谁吃谁不一定。没事儿，就我老姑娘长那么多心眼儿，是吧？我分析，她一不能叫水冲走了，嗯，二不能掉下水道。嗯，现在呀，说不定在哪棵大树底下避雨呢。嗯，啊！我的妈妈呀，你的这个想法太高级了啊！前两天我们就有一个同事就在大树底下避雨，啊，就听哭嚓一个大闪电，人飞了，但手机电充满了，你说神奇不？别吓唬我呀，这还叫神奇呀，啊，这也太吓人了。不行，我得给我老姑娘打电话，哎，我好好嘱咐嘱咐她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哎呀，充满了吧。我的老姑娘啊，完了完了完了，不是让水给冲蔫了，就是冲到鲅鱼圈了，要不然就是喂海鲜了。我的妈呀，我逗你玩呢，逗我玩的啊？啥时候了你还
逗我玩啊？你别急眼，别急眼，我给你找去行不？我给你找去。你回来，你去了我就不担心了。你不是妈身上掉的肉啊？这仨孩子哪个不是我身上掉的肉哎？那我去吧，我不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。哎，站住！站住！你说你那两条腿哈，关节炎那么严重，一出门就得让雨把你拍趴下。你回来，回来！哎呀，我说你俩！哎呀，我的妈！你那一身是风湿，还不如我呢。我去吧，还是我去吧？哎呀，我去吧！我去吧！哎呀！瞅着，那俩出门就趴下了。你瞪眼巴瞎了，这叫趴下啊？大屁墩这是坐下，狗吃屎才是趴下了呢。哎呀！起来起来起来，这大体格摔一下，哎呀，就是，我说老东西呀，你就别逞能了，你也不是钢筋铁打的啊。你说外边那么大的水，万一你出去刷衬底了，可咋整啊？哎呀妈！哎呀！哎，妈，我回来了。哎呀，老姑娘啊！哎呀，老姑娘啊！哎呀，妈妈妈。咋的了？你哭啥呀？啊，说话呀！爸，你看欺负我妈了？打你下生到今天，你看见我欺负过她呀？你这屈死我了！现在我一肚子都是屈啊！二驴子，咋呀？是你又惹妈生气了？谁到哪个小瘪犊子惹咱妈生气了？你说啥呢？我说咱妈偏心眼儿，偏心眼儿，护犊子。妈，你别哭了，你跟我说你咋的了？我怕我的小米粒儿变成小米粥啊！哎呦我的妈呀，啥小米粥？别哭了妈，我寻思咋的了呢？妈，我跟你说，刚才我回来的时候，把那雨下太大了，都下冒烟了。完我就在那桥洞那儿避雨来的。是吗？哎呀妈，你们都不知道那桥底下那水老深老深的了，妈都快没我腰了。哎呀，姥姥车了，倒着吧。就灭火了，哎，我这时候我就看见我大姐夫领着物业那帮人来了，然后就到就帮着疏通下水，然后还有的帮着在那推车啥的。我一看，我也不能在这当瞅着是吧？就是，我就在那帮着推车来的。哎呀，妈，看着没，看着没，谁养的姑娘像谁？妈年轻时候就爱帮人推车。是，来推车了啊。那时候你姥爷吧养个驴车啊，后来驴死了，他不推哪行啊？原来我这么驴随我妈呀。这孩子完了，还有好多老人小孩啥的回不去家了，我还搀他们回家来的。哎呀，这点像我，我年轻时候就爱搀人回家扶人过马路啥的。拉倒吧，人家有个孕妇舔个肚子冷着冷着的，好容易到产院门口了，这家气儿灯似的过去就把人扶回去了，结果把孩子生家了。省不少医疗费。哎呀，别乐了，给你打半天电话干啥不接呀？哎呀，是啊，不接电话呢？你咋不知道我妈惦记你呢？电话啊，电话，我帮人推车，我不方便拿，放王小倩那儿了。什么事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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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，我们这啥？这啥？这啥？哎呀，我天哪！你这小子挺有创意啊。人家都用这锅糊苞米，你挺好，糊车牌子卖。还糊地瓜呢？这是我在河里边捞的。捞、啊，爸，我问你，你不知道啊？王小倩今天表现老好了，是不？刚才他也一直在那帮人推车来的，完了还帮人家把那掉水里的车牌子全捞上来了。王小倩，你今天可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呢。哎呀，那个还是小米粒表现吧。嗯。我和小米粒比呢？还是有一定差距的。哎呦，还谦虚上了。行了行了，别谦虚了，快学学我老姑娘在那个地方咋表现的。对对，说说我老姑娘的表现。对，学学。此时此刻，我想为她做一首诗。好啊，有学问呢。闪电劈不垮你那婀娜的身姿，雨水泡不透你那美丽的面颊，下水道冲不走我可爱的小米粒子。没词儿了，大爷爷，
我熬不下去了，帮我整一句吧。来，我帮你添一句啊，那个，你就是那雨中绽放。